當我進行咗性行為嗰陣時，我會覺得我只腳行到噶。就是幫殘障人士啊做性義工，幫他打手槍。你覺得手貼紙只是打手槍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？眼咧咁啱係一人睇到一邊啊嘛，咁就好順理成章地，右邊嘅嘢就我幫佢睇埋，左邊嘅嘢佢幫我睇埋咁樣咯。我發咗一個生 B B 嘅夢。由细到大拍拖结婚生 B B 咧，系一件冇可能发生嘅事嚟噶。第一次打破禁忌，了解残疾人士嘅情与性，记得留意有爱无憾。